好的，上一次我们是，对，昨天啊挑战是16000，还没到17000，今天咱们来挑战17000，2分钟8秒的话，平均每个的确是，对，30秒，对吧？2分半钟之内，30秒，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规格 ，no move。4933还可以，空地儿在哪儿啊？好，不管了。南边是，我们做过这道题吧？这是南非，我记得。啊，不一样吗？热身吧，就当是。是塔森吗？可以，今天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就是说刚才那一道题以为自己是做过南非那个，对吧？这是首都吗？还是要求稳一点？甚至果然是河内，3000分刚好。哦，第一轮就已经达标了，第一轮我们就刚好破了记录，那我们要再挑战一下了，因为刚才那个的确不是我们的实力，是吧？多这4000分，我们今天就可能挑战20000，挑战20000吗？是吧？走，对，我们的新记录17018，2分钟23秒，再来。集中注意力啊，这个不搬球，哇，这个分数不会太高，看不出什么信息啊，好吧，I like it a lot， 很好，有几个很棒啊。左行这样子的一个 landscape， 澳洲还是这种是什么树啊？
这竟然是加拿大，刚那个车是怎么回事？又是这种情况啊，这个肯定是没有了，所以我们随便坐一坐吧，好吧？嗯，随便坐坐吧。加拿大，又是加拿大。嗯 ，OK， 我都不想去尝试了，咱们就 Bangladesh。啊，那是美国，你看这个分就是特别低，我们要两倍的分，两倍，好吧？好，17万，我们要2万，17000要到2万，走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个难道真的是这个路不会这么好？嗯，对，是美国。对，刚刚看了一下，这个路没有这么好。Passing lane to ahead， 这是明显新西兰呐。394号。斯里兰卡，14，嗯，比昨天的成绩要好一些，但是不行啊，再来，20000。竟然是夏威夷，你这整我呢？所以刚才那个是夏威夷的旗。嗯？哦，匈牙利 ，Of course， 匈牙利。看看这个分数可以啊。嗯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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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可以。
智利还是比较偏南的地方。是这个倍儿，刚刚看到一眼，15，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目标，有几轮还不错。非洲太大了。还可以，这个如果放这儿就没分了，基本1700。这分就低了，第一轮怎么那么好呢？第一轮太好了。小弟啊，果然是我家弟啊。我操！
法国，这太差了。又是加拿大，9000分，越做越差啊！干的，course，110，不行不行。相信自己直觉呀。肾呢？
七五六二，这是我们新记录吗？应该是我们的新记录。嗯，好，看看我们的一七五六二新记录，两分钟九秒。嗯，咱们起码不要见到一七了，好吗？看看能不能一八。不好说，我觉得不好说这一轮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这样，对，更像是 check。 这是哪儿人呢？这个很好，这个好。墨西哥，我天哪！最后那条线，真是的。墨西哥谁能猜到呢？对，都怪我移了一下，一六九二幺还是没有。
只能是那儿了。突尼斯啊，果然是突尼斯啊。我觉得对土耳其的语言倒是熟悉了不少啊，最近在学土耳其语。Come on，给我一个分数吧。哼哼哼，唉，不玩了，放弃了。